死挂着，我不信，我当着面的要证凭。要证凭，他妈有证凭啊！叫老张吗？你是听啊？防备未过，不禁咱何于菜？我给太太刘世英，媳妇来说上几句呀。就叫李凤莲，结婚当年生一子，又生了子文，小儿难呐。本节目由鸿翔种业赞助播出。二人转总动员，精彩乐无边。好，现场的观众朋友，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2011年度二人转总动员少儿组五进四的总冠军争夺赛，欢迎您的关注。那我们也是快马加鞭的进行到第二个非常关键重要的环节，好好学戏。好好学戏，此环节为选手的正戏表演环节，由参赛的五组选手依次进行正戏表演，评委根据选手的唱功及舞台表现做出点评，并给出本环节分数。分数高的前三组选手直接晋级，分数最低的两组选手在下一环节继续比拼，争夺最后的晋级名额。下面有请选手上场。包也不难寻呐，药材里该挑那大的药啊。怎么挑大的药？对，包大人你可要听诊呐。我要他泰山那么大的一块玉呀，报黄河那么长的一滴金呐。再把那小的血蚂蚁的眼皮蚊子血啊，花大姐的舌头蜜蜂里胆啊，还有那绿豆姑姑的小脚后跟。好，药材里就得挑着啊嘎咕的药啊，包大人只管放宽心啊，我还要他，我要他一两星星，咱要二两月呀、啊，两白云呐，五两炭烟，六两气，七两火苗，八两漆烟呐，雪花晒干要九两，冰溜的烧炭我要它多少十斤呐。好，药材要跑了，你不要少了，老太君要人家的药吧。再写上啊，哎呀，的花呗面啊，天鹅绒毛的白头巾呐、啊，马铃翅膀的厚大袄啊，蝴蝶式的绑玉抓裙啊，它像尾巴呀，长着腿啊，兔子鸡叫哈马林呐、啊，四楼的鸡蛋要了八个呀，三楼粗牛毛我要。其他后会门，李东北的宝剑呐、啊，你也要？我不要。你为什么呀？老身我最恨在路人呐、啊。太君，你为啥这样恨？我
汉那是个桃花脸草老有少息，一大丫小仗着其人没脸没皮没胸没臊，一位花神呐、啊、老太君这回快要到了吧，要这些彩礼还不够，我女儿不到岁数不能成亲呐、啊，皇哥不敢不出门呐、啊，皇上要娶我的杨八姐，你让他等上了180年再来呀，养亲呐、啊。老帮我写完呐、啊，哈的像、啊啊，好一个聪明的佘太君呐、啊，手捧礼单回金殿，万岁请看。皇上一看，气发了昏呐、啊！哎呀哎呀哎呀！要这些彩礼我没处找，分明是明娶亲来暗抗啊君呐、啊！这时间占领殿下六问，尽谢万岁，小人心愿去抢亲呐、啊！哎，金灵芝你快去讲啊！六问人占领三千，玉命举不多时，来到天魔府团团围。重要响人，只听这咚咚咚战鼓响啊！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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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啦啦闪出来杨门女将一大群呐、啊，只见那他呀，富贵英英敢枪枪挑日月，摇摆风烟火棍棍扫风云呐、啊，九妹的星星姐电光耀眼。杨八姐胸儿大，抱不要人呐、啊！一把抓住刘文静，不是谁让你来相亲呐、啊？皇上说你杨家发了气啊气啊气进赘，呸！是他老儿欺负人呐、啊！姑奶奶先杀的狗官刘文静，再杀杀金殿，我去成金命杨红，再去给吴大昏君报个信儿。是来了包拯啊，包大人呐、啊！老包说八姐的刀下留狗命啊，皇上听说他吓掉了魂呐、啊，他送至江山千金正，杨家单说百斤，我是家是比一比，冠军他也能比出奶头青来，奶头疼他当即让我退火里但传圣旨，从此不敢再提起那、啊啊啊啊、八姐说谢谢大人多保重、啊啊啊啊、老包说全靠你们杨家有能人呐，太君李旦要技巧，八姐的大刀精鬼神，这才是啊。风雪难压松柏树啊，下大爷怕打那人呐、啊。八姐九妹和你好，来呀咱嗨，哎呀。好，观众朋友，那刚刚我们欣赏到的是本场比赛五号选手在正戏环节的精彩表现。其实我知道我跟观众朋友们心里都有同样的一句话，就是非常喜欢这些可爱的孩子们，我从他们的目光中看到了对未来的憧憬，对未来的期盼，小小年纪付出很多的艰辛，要继续努力扎根于这门艺术的修为，所以我觉得我很敬佩他们，用掌声送给他们好不好？敬佩的同时呢，我知道你们都很想念亲人，想念父母，那就借助这个机会啊，我们今天就好像是一场亲情会一样，也来向你的爸爸妈妈表达一下你的思念之情，向你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表达一下你的那份决心好不好？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大姑也不用心，你不用担心，俺们一定会好好演的耶、yeah!
还有这个欣欣说了，说一个人在这儿绝不会辜负家人对你的期望，所以那你也跟这个爸爸妈妈亲人们说说自己现在的感受，表表决心啊。哈，我就知道我爸和我妈指定的在家支持我，嗯，没了哈。哎，我们的孩子既朴实又可爱哈、啊。其实，他们越可爱，我们可能对他们就越无奈，就越喜欢。所以，我想代表咱们所有的观众朋友啊，向我们这些可爱的小选手，不仅仅是之前的六强，还有现在的五对，包括所有在我们二人转舞台上留下难忘记忆和艰辛汗水的选手们，表达一下观众朋友对你们的喜欢，送给你们一句话，就是除了爱你还能爱谁。好，那接下来请我的搭档啊，带上另外几组选手接受老师分数还有点评。其实那个看过咱们这五组选手正戏的表现啊，很多朋友都在怀疑我们这个节目了，是他觉得不应该叫二人转总动员，叫什么感动吉林啊。是因为我想哈、啊、你看别的这个比赛呀晚会呀都是欢天喜地，对呀、啊、但是我们的比赛却是感动连连，感动连连的同时、嗯、他们已经不是选手了，对，个个都是催泪弹哈哈，是一下来就让大家真是精神不仅饱满亢奋，但是却总是那么感怀，是我相信我们的艺术家老师其实在下边已经潸然泪下了，对，咱们请出一位也点评一下他们的表现、嗯谈一谈老师们对他们寄予的厚望，好吗？好，那下面呢，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请出著名二人转表演艺术家严淑平老师，掌声欢迎选手进行点评。非常感谢今天一天的这个二人转大赛，我觉得大家都非常感动，有家人的支持，有社会的支持，有我们电视台给我们搭建这个平台，让我们这些少儿组们在这舞台上实现他的梦想。那么说四号选手这个鞭打芦花，我觉得演绎得非常的好，两位选手从心里往外演，从你的真实的感受往外演，观众接纳了你们的表演，也接纳了你们对他的这种演员和观众的这种沟通这种互动。那么我想就是说两位演员在舞台上能够淋漓尽致地把这个人物展现出来了，在你们俩的一个身上可以看到就是二人转的跳进跳出，你们在服装造型上包括你们在舞台从上到下服装化妆真是准备得非常的充分，演绎得非常好，所以说我想就是你们已经守了七期的擂主，那真是绝对的，真的该再一次的感谢你们，谢谢。五号选手欣欣和宝宝应该说也是一个两个年龄虽然小但是在舞台上很成熟的一对演员，刚才你们俩演绎的杨八九游春是一个非常好的老段子，唱功非常强的一个二人转，这个戏呢主要表演佘太君和包公，可能你们俩呢年龄小一点，我觉得哈驾驭这个戏可能稍稍的嫩了一点，因为在舞台上欣欣和宝宝要演包公啊，那个要演佘太君，可能在舞台上的一招一式还是稍稍的欠缺一点，但是演员演绎的已经很好了，如果说再加上在舞台上的这种非常诚实的这种程度，包括在舞台上的一招一式再稍稍的再加一点，我觉得它更好了。提一个小小的建议，就是说男孩一直在跑调，这个欣欣一直跟着不跑调，挺厉害呀，回家好好在唱功上再好好的研究研究好不好，感谢两组选手，谢谢你们。好，谢谢严老师精彩的点评，那接下来又得麻烦我们五位重量级的专家评委老师，还是首先有请你们高抬贵手为四号选手本环节的表现打分。感谢评委老师，请评委老师为五号选手在本环节的表现进行两分。好了，观众朋友，那此时此刻啊，这个最后的分数拿在我们的手上，感觉沉甸甸的，而且呢，又发生了很多微妙的化学变化，哎，是我们所就是始料不及的，意想不到的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呢？接下来，请听我们给您报告这微妙的成绩。是一号选手的得分是
498.1分。一号选手成绩是一个标准啊，498.1。我们看看二号，再公布三个选手才能呢选出这个成功晋级的一个。是的。所以二号的分数比不比一号高呢？498.3分，很高的一个成绩。再来看一下三号选手的得分，三号选手的得分是498.1分。哎，跟一号选手的成绩一样。一号和三号成绩相同。哎，那么二号顺利晋级。好，我们再会。做好准备，我们再会。回头您将在四进三的比赛中看到我们的二号选手了。是。那现在再来关注一下四号选手，看看是不是能够超过一号和三号。四号选手的得分是498.7分，非常高的一个成绩。那么现在四号选手已经安全了，晋级。晋级。我们也是能在四进三的比赛中看到他们的身影。是的。那现在还留下三组选手依然要进行 PK。 如果说我们的五号选手分数高过498.1，是的，那我们的场上将剩下一号和三号。对。如果我们五号选手分数低的话，那也会再做出一个新的抉择。是。我们来关注一下，还是看一下分数。五号选手的得分是490，这前面都一样，都一样，而且都超过了495。刚刚都是498嘛。啊，对对对，两个都是498.1，是吧？看看我们五号是多少。497.55分。因为一三组选手的分数是并列的，是的，然后我们五号选手分数又低，对，因此这个并列呢，他们就是倒数的，虽然是三组选手，但是倒数两名，对，所以我们这三组一三五进入到最后一个终极 PK 的环节。那在他们比赛的过程中将淘汰一组选手，剩下的两组成功晋级，所以我们还是闲言少叙，进入到最后一个环节，勇者无敌。勇者无敌，此环节为选手的综合比拼环节，由上一轮分数最低的三组选手依次进行正戏表演，评委根据选手的表现做出点评，并给出本环节分数，分数高的两组选手成功晋级下一轮比赛，分数低的将被淘汰。下面有请选手上场。你叫我闻此声音出仓观望，前忙搭桥，咱二人见面成知己，一道岸上饮酒浇亲情。有离家随叫师傅把酒饮，还不见我的夫郎转回内仓啊，我飘荡就在船头上，当内郎哪怕是降风凉。有离家喝到了半夜方才回转呐、啊，不是娘搀扶离郎转回内仓啊，心里有事话难讲啊，怕
为不展，像有什么心事心中装。杜十娘走到了近前，扶肩而坐呀，坐衣裳，你老为何喜伤？莫非说你腹中饥饿，未曾用饭呐、啊？待为妻预备暖酒，款待父老啊。莫非说你在外面与人吵了架呀？有什么窝囊事告诉杜十娘？有什么心事你不对我讲？为什么起锁双眉添惆怅？离家我将心一横，实话来讲。尊一声杜十娘，你要听衷肠啊。白日里我与那孙夫爱上来饮酒，他苦口良言对我表忠肠啊，他言说我夫在家把那高官做，我娶你个烟花妓女脸上无光啊。所奈呀，孙父他仗义出才把我放啊，他愿出1000两纹银把你来买，我自带银两回家乡啊。把你1000两纹银卖给孙夫，咱二人两全其美，随心疼。娘子呀，
心中痛断肠啊。第二清晨天放亮，舱中起来杜十娘，双手捧着菱花镜，浓妆艳抹含泪珠妆，为赋我终朝每日苦读诗文呐、啊，为的是效法圣贤，治国安民。前朝有位苏季子，他的名字叫苏秦呐、啊，苦读诗书不得志。家中拿他不当人，到后来身配六国宰相印，天下哪个不知闻，我却嫌弃多人耐，官运到我就能直上青云呐、啊。为父若有出头日，你就是堂堂正正的掌印夫人呐、啊。啊蟒袍加身呐、啊，虾米腰怎扎爷家的横庭玉，胸下的穿朝靴你丢啊，有四个人钩爪子拿不住，象牙虎板老驴脸怎么能够上朝去面君。左拐鱼花了那个小一点也淋不到你的身，呸，趁早死那份心。我就不信下雨的时候我就上外边站着去。你到外边一站呐，那天咔嚓咋的了，清了。那我就成天在外边蹲着，一块银翠渣都没有。要你这么说，我祝美辰这辈子是当不上官了。能啊，你能当官，你能当猪官、羊官、驴官、马官、狗官、门叉官。我就能当这些官。八个字造就祖坟冒青气啦。你们家那个祖坟呐、啊、臭气往外喷了吗，有核没到那个跟那前儿啊，就把人熏呐、啊。穷气冒有那个八九丈啊，黄豪长有一人身呐、啊。打开你们那个家谱，看一看那么有何，祖祖那个辈辈儿啊，哪有做官的人呐、啊？老娘我倒有一个好主意，管教你入。那么有啊，那么有啊，我也随心呐、啊。你如意，我随心，那真是好主意呀、啊。但不知夫人有什么高见？你呀，给我写几个字儿啊。写字那可不用求人，我是下笔千言，通筋博骨，真草力作，龙飞凤舞。但不知夫人要写些什么？你呀。给我写封休书啊！休书啊，仙妻啊，那玩意儿不能这么闹啊！咱俩结发夫妻多恩爱，怎能说分就分了呢？你瞅你那个损色爱，当初啊，我把你呀当个灵芝草，原来你是臭蒲棒，烦死个人呐、啊！当初我盼你蛟龙能入海。时光要忙不呀，越长越紧紧，你穷根扎有八丈六，八十六辈子你也翻不了身，还叫我有多寒心呐、啊！哎哎哎哎
穷也有福，幸福不能用扎根，打枪门也能翻上下，苦了卡还能翻翻身，胸不长穷，腹不长富，人若有志土变金，我叫你土，我叫你金，打翻你的天灵盖，打折你的大脖筋。进行到这个环节，其实精彩程度我们自不用去形容和比喻了。最重要我认为还得看看专家老师怎么来看待我们最后的三组选手。好，那下面呢，朋友们，让我们用掌声欢迎著名二人转表演艺术家董伟老师为一号选手的表现进行点评。掌声欢迎。好，三组小选手辛苦了，
今天的赛事比到现在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是不是？你们在台上的表现我也看得出来，很着急也很努力。我先说一号选手，一号选手正像就像咱们同评委的对你的评价一样，这两个选手在我的心目当中是非常有位置的，尤其是这个女选手林梓潼。我在去年你参赛的时候我曾经说过，这个选手将来是一个角儿的坯子，然后你经过这一年的磨砺，你确实现在在这个舞台上已经看出来你已经是角儿了。你把这个杜十娘这段戏演的真的是惟妙惟肖，而且你非常的投入，你唱的这个唱腔，这个不怪你，因为这是传统戏，可能那个就这样传承下来的，老师就这样教你的，唱的多数是评剧的调式哈。但是看得出来你对杜十娘这个人物的理解和你声音的表现，还有在舞台上的招招式式和你的舞蹈身段，都看得出来你是很用心，而且这个戏看起来你也没少演，所以才有你今天在台上的这番表现，表现得非常非常的好，我非常喜欢。所以说我希望你能够沿着你自己的这种追求和你今天在台上表现的这种风格继续的保持下去，你一定会将来成为一个二人转界里的一颗闪闪发亮的新星。不光是星，我相信你也会成为一名好的大的艺术家。谢谢你。好，感谢董老师的精彩点评。那接下来啊，把三号和五号选手交给我们著名二人转表演艺术家韩祖平老师，掌声欢迎。有请。谢谢你们的表演，那个真不错，很兴奋。马前泼水的第一场，有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泼水朱买臣这个人物啊，要写休书的时候不能下跪，因为朱买臣他是一个自学成才。那样一个非常向往美好生活有本事，他不是那种软骨头轻易就下跪，他即使是下跪也是糊弄媳妇儿，是吧，糊弄他媳妇儿，逗他媳妇儿的，就是人物感觉。因为这个演戏和二人转和小帽还不太一样，要学会演。但是这个崔大美人演的不错，就感觉这小彩蛋挺像回事的啊，特别是那个爱挺招人稀罕，那脸上再点个小痦子可好去了。哎，那个后边这两个小孩就什么天线宝宝啊，欣欣宝贝儿啊，那个有个什么问题呢？你看那小啊，特别要强，一上台总想要非常完美的表现自己，卯着眼老是那个使那个咒劲，是这样吧？有的时候那个特别是台词，你像刚才咱这个节奏非常快的这个西厢，很多台词不清楚，尽管你们怎么演都有人愿意看，但是在这样一个舞台就不行了。你比如说参加一般的演出，哪怕咱们农村俱乐部下乡，你就是跑点调，丢两个词儿，我相信乡亲父老也照样会喜爱你们。但这毕竟是一个比赛，比赛就有它的规则，有它的规律。人家小姐姐唱的都不跑调，你这就跑调，这不就有差距了吗？人家那个词儿唱都很清楚，到我这就唱不清楚了，这就是差距。怎么办？细微之处要去下功夫啊！活到老学到老，你们还小，所以打好基础，别着忙奔一个冠军，我或者是什么收获。说每个人你没有收获没有梦想，那我活着干什么？但是不急着主题那么鲜明，而是有序的有规律的完成好你的每一段戏，每一个动作，每一句台词。我还有一个建议啊，到这种白热化的时候，希望你们后边团队那些个老师，那些个智能团的那些个头头们应该研究了，孩子们在下一关这个把那个剧目安排好啊，如何能够渐入佳境，渐入高潮，这是一个比拼的诀窍。你像当年我们参加全国比赛，去一回都拿一等奖，为什么？是因为我们把握了我们那个剧目，
我们认为我们那个东西指定会好，加上我们两个演唱，说去就能拿一等奖，有没有这种这个计划？包括你们的老师，这是一个技巧很重要的问题。条件都不错，有的时候你安排不好，很可能就，因为他毕竟那个冠军太少。真是瞅着你们都非常可爱，你们现在都够冠军的水平，但是必须还要优中选优，选冠军啊！成败你们都是英雄，希望你们接下去的比赛当中越比越好，越走越好，谢谢你们。好，我们感谢韩老师的精彩点评。那接下来啊，就是我们最关键最激动人心的时刻了，还是有请我们的五位专家，首先在最后一个环节为一号选手的表现亮分。感谢评委老师，请评委老师继续为三号选手亮分。好，感谢五位专家老师，请继续为本场最后一个环节五号选手的表现亮分。好，观众朋友，那现在啊，这个沉甸甸的分数又拿在我们的手上，马上来跟大家汇报战果。好，首先给大家汇报一下一号选手最后的成绩是498.8分，很好的一个成绩。498.8，这是一个标准。我们看看接下来是三号晋级还是一号晋级 ？PK 一下分数，498.6分，恭喜一号！恭喜一号，现在已经顺利晋级了。顺利晋级，我们再会。四进三的比赛再见。恭喜你们！现在呢，留下的标准是498.6分。是，那欣欣宝宝的最后得分又是多少呢？谁去谁留呢？五号选手最后的得分是490。宇航，你念吧，我不忍心下口。其实要看错了的话是498.7分，但是得颠倒过来，497.8分，恭喜三号顺利晋级啦，又一次涉险过关。长吁一口气的同时，我们四进三的比赛再见，希望你们加油。好，留下的是我们的五号非常可爱的欣欣宝宝，最可爱的一对小宝贝了。我喜欢此时此刻看到他们脸上的笑容，是、啊、因为这个比赛嘛，就是比赛，总有胜负、嗯、但是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在最后要离开我们的时候，还是跟喜欢你们的朋友们说点什么。这次我们俩没演好，没有什么遗憾的，以外会为多多努力的，谢谢。谢谢啊，宇航，我认为他们呢是在众选手当中年龄最小的，对，所以说给他们的机会也是最多的，而且他们未来的成长空间是最大 的，也希望他们可以回去之后再接再厉，明年啊还有比赛，我们还是能看到你们可爱的身影，好不好？我们希望下一年度再见，好吗？好。好的，宝宝最后离开之前也跟大家说一说吧。欣欣说一说。对，欣欣说两句。我没啥说的。嗯，反正评委老师给我点评，嗯，挺好的啊。嗯，呵呵，爸爸妈妈明年还来。好，谢谢欣欣宝宝，那我们再会。再会，拜拜。那朋友们，在我们这个五进四比赛顺利进行的同时呢，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又得跟您说一声再见了。希望大家每晚18:30准时锁定即时交通频道，收看我们的二人转总动员节目。朋友们。明天我们再会，四进三的比赛我们再会，不见不散。拜拜。国文医院提醒您，下期更精彩。莫非说你把二哥忘记了啊？我落榜而归，转回家中啊。可恨这个老表儿，心比蛇心把起我的首饰再去一生。
断水绝粮尽，活活饿死在小草房啊！哎哎哎哎！李太后心如刀绞，两眼泪汪汪呀！周宝叩头，忙站起，辞别恩师，下山去山门以外。上了马，扬鞭打马，走地急，走着走着迷了路，分不出南北和东西。